Cả chỗ bà ăn. Ê chỗ Sao y hòa an, chỗ ta hòa an, Steven hòa an, Yêu cháu hòa an, Xe gào hòa an, Chị hòa an. Chào mọi người, nhìn hãy dài khu. Cô ấy hòa an, An hòa an, Thảo cơ hòa an, Phú phú mơ hòa an. Xin chào sông phong yê chèn cú, Tư hồng hòa an, Đồ cháu hòa an. Khá mi nô kê gà ưu giam mê. Tu sư, 晚安. Hôm nay là Luca 的读章时间，太棒了！呜 ，Boda 晚安。昨天没看到 Luca， 好想你。哦，对，我昨天后来决定不要看。Steven 线上枫叶，德乔老师晚安。Luca 200次直播了，这么快，迟到八分钟我哭了。乐谱晚安。关于谢谢送我枫叶，伟哥晚安，阿哲晚安，耶稣晚安，笑笑晚安。阿春晚安，迟到日常，对啊，今天也迟到了，谢谢青云送我得救的告白气球，耶，谢谢你。明基晚安，阿元晚安，昨天等到晚上十点，想说你应该不会开了，对，我们跟 Luca 的单独约会日，耶，这样被这样讲好开心。谢谢谢谢送我四叶草，这次可惜昨天还期待会加开。也好冰可乐，谢谢送我行李箱。对，我也有在考虑，但是昨天就我就看卡妹在玩动，今晚继续哭，不要再哭了，各位。今天只有你可以播到明天早上。思涵晚安，柯佳晚安 ，Plus 晚安，罗杰晚安。伟哥，谢谢送我船浆。阿元，谢谢送我船浆。恰晚安，谢谢笑笑送我啾啾你。还是没玩到哦，昨天晚上他有借我一点点，但是只有昨天晚上而已。阿鹏晚安，不要再继续哭咯各位。对，就是我不是帮他手刷吗？手刷完之后，就是终于出现了还可以接受的两位著名，然后就是换给他玩，然后他玩之后我就玩了一点点，然后今天他完全没有借我，他今天一整天都在玩，对呀，终于。对，我们的动物森友会的生活，昨天晚上才开始的。我就知道卡妹人很好，没有，他今天早上哦，你知道吗？他今天早上在睡觉，然后我问他，我可以玩 Switch 吗？他说不要。我都挑他不会玩的时间，结果他还是不愿意借我。结果是什么动物？有一个黄川鼠跟狗狗，红色的狗狗跟。川鼠，对，川鼠是男，我记得是男生。今天就不借，对呀，他今天失业不会借。周日卡妹应该玩一整天，可是平日的话他在上班嘛，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应该不愿意借他的那个游戏。你玩了多久？我自己一个人大概耍了二十几次吧。卡妹那边，卡妹也可能就是耍了很多次，卡妹差不多耍了快两天的时间，就只是叫你帮忙耍。对，北极熊晚安，谢谢晚安，游戏人晚安，橙色晚安。耶，多金，那个给空姐，什么天？晚安，哈姆应该是哈姆，北极熊谢谢送四叶草。对呀、啊，卡妹，对呀、啊，可是对呀、啊，新买的游戏嘛，他想玩的时候就给他玩吧。可是，他没有在玩的时候，他就不会借我。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小气的点。西湖晚安，八尾晚安，北极熊谢谢送我比心，二十几次也过久了，感谢卡妹，他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谢谢跟上我列车旅行。
主播晚安，不要生气，晚安。姐姐就是个帮忙耍的道具，没错。竹心丹晚安，谢谢不要生气的枫叶，谢谢送玫瑰。卢卡工具人，睡前会特价，真假的？6月18号，那我5天后再看看。但感觉还是很贵。今天播到几点？应该是9点半，1个小时。看情况啦，如果我想继续聊，我也有可能会开到很久。我上次就开2个半小时耶，超久的。今天卡妹玩腻的时间肯定要延长。我在网络上看到差不多，大家差不多开始玩腻，玩腻动身，肯定要等两个月。对，大家比晚安，所以我可能要等2个月。怀怀晚安，阿德桑晚安 ，Chris 晚安，谢谢怀怀送一封信。华语晚安，玉人想要自己买，我在考虑，可是我买的话应该是买 Light。浩一晚安，怀怀谢谢送四叶草 ，Come on 可爱，阿利亚达德桑辛苦了，超开心。谢谢八位送我成家，谢谢怀怀送一封信，就算特价应该也要9000多啊，对呀、啊，好贵。可以播到跨日都没问题，上次真的玩得很开心，你们开心就好。2个月后还会想玩吗？不知道耶，我会想玩呢，一直耍。你就会继续开吗？嗯，好，今天的散步可以哭哭。如果买 LED 也许只要2000多，6000多。6000哦，嗯，还要考虑。我在考虑买新的手机。嗯，小五晚安，阿大三谢谢送 love。有兴趣玩直播电玩实况？还好哎，嗯，这个可能比较玩，用烂比较不习惯，嗯，不太应该不太适合玩游戏吧。1个多月没开动神。对啊，人总会腻，总有会腻的时候。魔物是放弃了吗？应该还在玩吧，可是他说魔物很难，他可能就是开始腻动身，他就开始玩魔物吧。嗯，咖啡谢谢送一封信，如果再买新的2个月后怎么办？谢谢牙冰可乐送一封信，小白兔晚安。谢谢49477784送我四叶草。还没放弃魔痕，应该没有放弃。嗯，今天一整天没看 TV 直播，好难过。等你一整天，我连手机版的动身都没开了。手机版的一定会玩腻的，就是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谢谢姑江送我新日常。要入手13，13是什么意思？想买的东西好多啊！你说 iPhone 吗？我不是用 iPhone 的。谢谢送黄金四叶草，618买哦，好，考虑一下，先买新手机。那卡面玩游戏是选日文吗？对，都是日文。手机还是比较实际，嗯。L 晚安，我看 Luca 都看不腻，嘿嘿，耶。对啊，人的话不会腻的，可是游戏什么东西一定会腻的。那买 NSO 了吗？早就买了。等卡妹快腻的时候再买新游戏啊，新游戏就要再等了。Cascade 晚安。我家也有 Switch， 你有在玩吗？魔物一个人单机玩真的蛮无聊的，了解。小翔，谢谢送我四叶草。最主要动身还是要收集东西，嗯，那个是等你，风景好吵，手机版也玩半年就放弃，对，手机版我也差不多，嗯，就是前阵子日本很红的时候玩一下，然后差不多可能玩了几个月，然后腻了，然后台湾开始红的时候我又开始玩一玩，然后现在还是腻了，应该说我身边的朋友开始慢慢的没有再玩，然后我发现，哎，现在是不是只有我在玩那个手机版的？然后我也慢慢的开始，嗯，对，那时候台湾刚
刚好流行的时候，好像是快要出 Switch 版的动森，所以大家都开始买 Switch 的时候，就大家都开始慢慢的不会玩了手机版的。谢谢大家送我枫叶，没人跟你一起玩就会和你，对呀，没有朋友一起玩很容易腻，真的。佳作晚安，好想跟卢卡玩，我也是想跟你们玩。那我相信 Team TP 的大家，很多人有 Switch 玩的动森，可是他们可能现在也没在玩吧。我只是玩了3天，因为没人跟我一起玩。但现在要玩游戏，我也没什么动力。对，要玩一个游戏真的需要时间还有动力。月下晚安，怪物弹珠我没玩呢。任天堂知道你喜欢玩，对呀、啊。以前参加四亚前辈的节目哥哥的时候，我那时候当了任天堂担当，任擦糖担当，讲错，希望他们会找我，但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手机玩，对呀、啊，完全不一样啊。其实应该前面流行那一波就都玩过了，如果想玩多人连线游戏，我没有玩过多人的。现在几乎都不太玩游戏，工作比较忙吼。小翔，谢谢送我四叶草。有个前辈大家都在玩的时候是黄灯，我现在还在玩未神机哦，未哦。小旭晚安，真的有时间？对呀、啊，真的要有时间。我现在都玩买游戏的游戏而已。游戏的内容感觉都差不多，就只是界面在变。平衡前辈不是玩恶灵古堡玩到现在，那是什么东西？恶灵古堡？当到任擦糖代言人就随便你玩。八 回谢谢送我一封信，吉米昭谢谢送我枫叶。静静，你看小说、游戏都只是拿礼物而已。以后疫情结束出外景可以去台北地下街。台北地下街，有点忘记那边有什么。对啊，那边有很多东西。之前常常跟 D 卡一起逛那里。U 卡应该不太敢玩，也不是不太敢玩，没有玩过而已。バイオハザード、ああ、なるほど。遊んでないです。ごめんなさい。私のゲームは、本当に DS で止まってるので。最近有一款很有趣的游戏在、游戏叫、太单身。这是真的游戏吗？恐怖游戏。回回晚安，夜宿恶灵古堡吧。卢卡真的好可爱，谢谢。Beside the Nebula，我才不会去玩《Biohazard》的，我也应该不会去玩。可以去抽一级棒球。所以我现在也得不到那一点点所有呢。我没有抽过那种东，那些，那对那一类的东西。对，就是怕浪费，我怕浪费钱。如果真的抽到 A 奖就很好，但是机会就比较少。但像收差代言拿到 PS5 会跟卡妹玩吧？应该吧。一个人玩真的游戏这种东西，一个人玩真的不会很好玩。发夹很卡哇伊，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枫叶。卢卡敢玩恐怖游戏吗？也不是不敢玩，但是，没有兴趣就对了，可能会被吓到。玩游戏我都自己玩呢，没有，我也都是自己玩，可是后面就真的会腻。恐怖游戏不就是要被吓吗？ねえ、なんか、遊びたいって思わないんだよ、你们说的恐怖游戏是会杀东西的，还是会出现鬼的，还是都有？等明年出
Splatoon 3应该会在很多人投入吧。嗯。Splatoon 我呢やってみたかったんだけど。我对你们被吓到的表情倒是很有趣。想看路卡贝一下。哎个性很坏哟，不行啊。都有哦。所以出现鬼然后会杀鬼是不是そう、多分ね、向いてないと思う、私。我应该没有很适合玩那种游戏。ルカ比较怕ゾンビ还是鬼？比较怕ゾンビ。我比较怕会出喷血的东西。嗯，还有叫声。啊，那个声音很可怕。哎呀。玩如意鬼屋，如意是なんだっけ？如意是マンションだっけ？いやあれしかわかんない。マリカーでしか入ったことない。如意是的那个鬼屋，我只有玩马里奥赛车的时候经过而已。怕喷血啊？对啊，就是怕会伤人的东西。小玉晚安，谢谢小佳来了送我枫叶。卢卡怕血，对，谁不会怕血啊？鬼屋三倒是蛮可爱的，真的哦。我自己不敢玩，我都去看人家玩。对，我也是，我也有时候会 YouTube 上看有人在玩鬼，就是比较恐怖的游戏，然后就看他们玩。一起玩的话，我应该是被你的叫声吓到，不是被游戏吓到。哈哈。那瑞卡应该也不喜欢玩那种打打杀杀的游戏，对，没有很喜欢。嗯，应该是没有兴趣。嗨，小幽灵根本不可爱。你说 Teresa 吗？我不觉得可爱。Teresa 很烦呢。打那种游戏还不是不要半夜自己一个人玩。GTA 系列的入口就别碰了，好啊，我听不懂什么是 GTA， 玩久了就没感觉。希望改天凯妹可以借入口直播玩一下，可以看你玩游戏的表情。可是他也应该不会买吧？所以暴力血腥游戏入口就没得玩，对啊，那你可以玩零系列的，抓鬼用拍照。那是什么游戏？可能会被自己吓爆。台湾鬼片跟日本鬼片两个比较恐怖，我不知道，我不看鬼片。卡妹看的是 Switch， 哎，卡妹买的是 Switch， 对，所以我在考虑我要不要买 Lite， 对，家里有一台 Switch 就我觉得够了。嗯，叶哥，谢谢送枫叶。哦 ，Switch は一貫に一台あればいいと思う。もしもう一個買うんだったら Lite でよくない？用下面封印鬼的概念。嗯，以我的经验，卡妹一年半就会念，如果要耐心等待。好的，零系列就可能会更怕。我就对那种鬼的游戏不熟了，所以你们说什么系列你不要玩，什么系列你不要玩，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不起，不是鬼片也怕看到血吗？啊，真的，你们不会怕血吗？那的了。虾虾晚安，游戏的血我就没有很喜欢。买 light 就真的只能拿在手上玩，嗯，我是觉得没差的。Grand Theft Auto， 嗯，对，要等一下下，我都怕，对呀。游戏画面应该还好，卡妹的 Switch 能接电视，可以。要看血是怎么出来的，游戏里的血不怕，血不怕，比较讨厌 jumping scare。我是真的怕游戏里的血，就是有人变他，然后会喷的那种血，我就真的很可怕。我只怕真的血的话，我还好。可是我看到从头流下来的那种血，我也会觉得可怕，就是看从哪边喷。对，然后地板上满满的血，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会
这样我不会怕，觉得鬼片没内容就当成要吓人的。写我还好，而且游戏很简。谢谢小雨送枫叶，真的不怕怕游戏的，就是看从哪里喷呢、啊？对的，要看血是从哪里出来。我最怕破，嘴破这边流出来的、哦，真的、哦，从鼻孔喷的，我不会怕。那像《魔物猎人》那种怪，那种的我会怕。恐怖片有分很多类型。一姐晚安，谢谢小小送我四叶草。卢卡从小有阴影，没有啊？怎么了？哦，从头流的血真的怕？对啊，最近看了几部，有点吃力。现在有亮亮，闪亮闪亮，谢谢。没有特效，卢卡怕血，才来怕番茄酱。我比较喜欢，番茄酱我不会怕，很好吃诶。卢卡有玩过 Wii 的提感，哦，我有恐怖游戏，我真的几乎没有玩过的。恐怖片可以看吗？我就觉得没有内容了。上次我有跟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我看到一半就睡觉了，想说好无聊，我怎么那么无聊？谢谢大家送我四叶草，希望大家抽到好一点的礼物，对，祝你们抽到好的礼物，呼，可以玩看看海月，对呀、啊，真的睡死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浪费钱。怎么会睡着？就是一开始就觉得，我把那个恐怖片想得太可怕，然后看了就觉得，其实没那么害怕。然后越看越觉得，这个恐怖片怎么都没有什么内容，只是想吓人而已。然后就开始想睡觉。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隔壁的女生都在害怕，然后我还帮她们安慰，哦，不要哭了，不要哭，谢谢阿鹏送我一封信，恐怖片一直尖叫还能睡着，谢谢大家送我四叶草，祝你们收到好一点的礼物。卢卡想要看的是剧情的分析，没有，才不会想看呢，好的礼物都是别人的。可恶！谢谢上一封信。卢卡不是目标受众。七什么？恐怖片不恐怖就不好玩了。对呀。不喜欢被吓，所以就看，不敢看恐怖片。失眠可以看恐怖片，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睡前看没有内容的东西。田中晚安，去当安慰人，丹丹也不错。不过没关系，就该是我的真好。谢谢包围送一封信，出来吧。嘛，恐怖片我都是马赛，所以来给。我不喜欢看恐怖片，感觉被吓到心情会很差。对，想知道是不是男生比较不怕鬼片？喂，这个我就不，还是男生，其实男生比较怕鬼片，因为我身边的男生都说我不会怕，我不会怕，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说谎还是男生真的比较不会怕。谢谢 Q 酱送我四叶草。谢谢竹溪山送我种子骑手，买那部片的 DVD 回来，失眠的话就可以拿来看。不一定，如果看恐怖片会做噩梦吗？不会。你也会怕吗？我也不看鬼片，我不相信鬼片，所以不看鬼片。啊，不怕鬼片。我关开灯的时候，看到壁虎被吓到，就会很生气。
但不会特别去看，了解。一定是在女生面前说，哦，了解。所以我也在想，他们是因为我在我们女生面前，所以才这样讲，还是真的不怕？我只有跟女生一起看的时候才会假装不会怕，男生比较不敢说怕哦。这个是用性别分的吗？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不会特别花钱吓自己，在热盘面前就算怕也不，我不会说怕，真的哦。那有可能，我跟你们就是我跟你一起去看电影，一开始说哦，好害怕，不想看，然后男生说不用，这样不要那么怕。然后到时候看我就觉得，哦，刚刚的鬼片怎么那么无聊？然后男生就好害怕，有这种的都有可能。以前大学有跟女生看个鬼片，看了当下真的不会怕，不过看完就，顶 多心情不好，不太会怕，都是套路。所以在入台面前要装勇敢。恐怖片如果声音开小声的话，对，有时候我们吓到的就是不是画面，是那个声音。对，入台会睡着，两边都在演。OK，入台安慰我。入台，我保护你，关好，我害怕。比起看鬼片，不如去鬼屋啊！鬼屋的话，我真的会怕。鬼屋我不行，我比较怕真的人，真的人会吓我们的。嗯，男生装不怕，女生装怕，正确。像日剧的，那个日剧的那个都是做出来的，没声音真的就不可怕。女生问男生你不会怕吗？结果男生就说不会啊，那有什么好怕？刚下班来看卢卡耶，其实是就是想一起，哦，一起握手握手哦，想看卢卡去鬼屋，谢谢重生送我与你共舞，可能，与你共舞，谢谢。想看卢卡去鬼屋，不是想跟我去，想看卢卡去鬼屋。如果卢卡不怕鬼片，那我就怕，我就会专怕撒娇。有一句话叫“做人吓人吓死人”，对，其实最恐怖的是人，但鬼他们不会杀我，可是人会，人有可能会杀我们。如果去玩密室逃脱会被吓吗？哦，那个吗？放下我帮他们在玩的，可惜台湾的鬼屋都不可怕。哦，台湾的鬼屋，台湾的鬼屋。我好像没有去过。想要卢卡牵着我带，我带走进鬼屋。这样卢卡录那种去鬼屋的综艺节目，不就没效果了吗？没有，那时候节目就不一样啊，一定会夸奖一，就是反应一定会夸奖一点。台湾的鬼屋不恐怖，晚上的山上比较恐怖。哦，这个我可以接，这个我可以理解。谢谢林哥送我陪林儿到最后，干嘛？台湾的鬼有时候不太敬业，还会跟你聊天，可是我怕他们听不懂我的日文。以前高中去毕业旅行去鬼屋的时候，都要很镇定。男生都会跟女生一起进鬼屋吗？谢谢 Leg 送我行李箱，谢谢 Sega 送我好多一封信。节目会有，对啊，节目效果一定的。最害怕像 Luca 这样可爱的人了。Fujikyu 那个蛮恐怖的，哦，我好想去 Fujikyu Island 哦，我没去过。会怕都市传说吗？都市传说我不会相信。嗯，想去嘉义，对呀、啊，大家一起去好不好？好想去哦，我也不行，我会想打鬼，不行，哦，我被吓到了，然后就打那个鬼。没朋友，所以没有去过游乐园，最好是啦。去鬼屋，
跟看鬼片不都是要跟女生去吗？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没有女生朋友。想跟卢卡去，一起玩鬼屋的话，卢卡是希望男生很镇定，还是跟你一起尖叫？我干了。都行，看情况看情况。但是我个性比较坏，我会我吓到的时候会看男生那个反应，想看他有没有害怕。然后如果他害怕的样子，我就如果他比我看起来比我害怕，我就装不会很害怕。我也没朋友，没事的，我也没有。卢卡偷嘴我们，没事的，我也没有朋友啊，没有男生陪我去，哭哭。我可能比女生还怕，我不行去鬼屋。去鬼屋后跟卢卡去，或者比较紧张。去鬼屋假装看到什么看不到的东西，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害怕，大家一起抱团哭。有些女生比男生还大胆呢，说要去鬼屋也只能跟着头皮去。等下看看人，我的话就是看到比我害怕的人的时候，突然不会怕的那种。对，然后对方看起来真的没有害怕，我会突然很害怕。鬼屋没有比没有人一起进鬼屋可怕啊！对呀，绝对不要一个人进去。怎么感觉最近看路卡直播，各种被嘲笑？不要这样说明，我也都是会装不害怕的那种啊。如果愿意当不害怕的，那就让你安慰。谢谢长生这么简单，剪刀石头布。对，没错没错，激起了卢卡的母性保护本能，没错。女生大家都有那个 Bossy Hono 这种东西，母性本能。有人比我弱可以笑他这样吗？不会笑的，不会笑。就是在鬼屋的时候不会笑，可是出来之后可能会笑。你比我还要害怕欸，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笑他，一个人进去会被鬼嘲笑，你怎么一个人来我？这种的最可怕了。明天决定要去门口那棵树告白，就有朋友。搬回线上行李箱。绿 卡姐姐保护我可以。绿卡跟我们一起去鬼屋，不止怕鬼吓，还会被犯下。卢卡保护我，好啊！美如晚安，我感觉我当下就会现象，有可能，有可能。礼貌晚安。现在的话最害怕，因此很开心的卢卡。如果妈妈，那我们去鬼屋，对，走，大家一起去鬼屋，看谁最有那个胆子。谢谢卡姆伊送我成浆。卢卡姐姐，我怕怕，怎么大家开始怕害怕了？刚刚大家都说我不会怕，不会怕，走啊，谁怕谁？哦，这种的可以。对，先晚安。Hello，卢卡，杨过，Hello。对，打量大帅。卢 卡姐姐是我们的守护神，哇！我从一开始就说我会怕，好像是哦。跟卢卡去当然要喷一下，卢卡走前面，我们说不行，男生一定要走前面。游乐场的鬼屋吗？除了游乐场，我没有看过鬼屋这种东西。那卢卡如果在鬼屋负责吓人，想要扮什么样的鬼？负责吓人哦，我不太会吓人呢。那你可以干啊，那你可以干啊，扮什么样的鬼啊？啊，我想要趴在地上，然后
对方的那个脚的那种。就算他们吓到，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揍我吧？一起去，然后卢卡不见了，下吧。我不怕卢卡走吧，等骗卢卡进去再说吧。卢卡有去过富士急没有？云霄飞车跟鬼屋哪个比较怕？云霄飞车吧，云霄飞车吧。卢卡都是用排球吓人，谢谢帮我送我的手礼。你应该是等着吓人的时候自己被吓到的那种。卢卡吓人一定很可爱。不怕去鬼屋的女生还真是少数。如果男生走前面，鬼从后面吓人，哦，这个好可怕，这个超可怕。其实也是要一起牵手，然后吓到抱一起。我走前面，Luca可以抓着我的衣角走，这很危险吧？感觉很容易被踢，抓脚真的会吓到。你一走起来扮成可爱的鬼干嘛？不会揍你，可能会踩你哦。对吼，他们可能会踩我啊。不能身体接触哦，好像是哎，好像是他们规定不能碰。小心手被踩断，法医保持距离。被好兄弟抓脚比较可怕。以前大部队有扮鬼吓人吗？啊，以前大队服有扮鬼哦。大队服通常会跟小队员一起去玩夜战，嗯。但是我有当过鬼。哎，那个叫不对，工作人员而已。嗯，那时候有吓过，可是他们感觉没有很害怕。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到身材就知道哦，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他们不会觉得那是鬼。而且卢卡爬的速度应该很快，感觉很恐怖。金鱼，谢谢送了一封信。疫情结束，卢卡带领大家去富士急的鬼屋，我也想去。如果卢卡讲去，我不 OK。也许吓人，会不会大家开始喜欢去？有一种反杀就对了，吓人就是反杀。不要随便打鬼，不然跟工作人员抱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那里根本没人。之前大学办过鬼屋，我趴在地上，真的差点被踩到，辛苦了。比较恐怖的是走出来才发觉到脚踝有手印。阿米晚安，不能身体接触，只好拿武器进去。卢卡是可爱鬼。卢卡怕黑吗？嗯，看情况。最可怕是躲避球被卢卡打，趴在地上突然站起来的鬼。对，这个蛮恐怖的。你那么可爱，怎么会怕？看到身材就觉得这只鬼太可爱。我记得鬼屋扮鬼的工作人员曾经被吓，民众一举打晕。你再脸上涂一点血，感觉就可怕。如果比较怕的是大声笑还是飘出来的鬼？当然是大声笑，大声笑真的不行。鬼的声音这么可爱的吗？卢卡扮鬼的话，直接吓到抱着你。传说可能真的有鬼的屋子，敢去冒险吗？可是我应该真的感觉不到鬼的存在，嗯，我完全没有那个灵感。灵感呢？你的什么东西？高空弹跳，好可怕，那个好可怕，不行。逆可安，台湾就好了。卢卡要不要一起去卡多里乐园？那是哪里？我没听过的乐园。谢谢送我行李箱，强大声。如果很多人一起去的话，敢去吗？可是大家一起去的鬼屋感觉没有很好玩。台湾的鬼屋很多，真的、哦，我怎么没去过？鬼屋。他们都不懂那里。废弃乐园哦，高空弹跳的费用也不便宜。对呀、啊，不便宜。我知道，听说很贵。那个乐园是真正的鬼屋。
Luca 就是想跟男生两个人手牵手玩哦。对，我的梦想吧。对，我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过。是真的闹鬼的那种，不然你想要一两个蛮可怕。Luca 有没有吃过中华的おにぎり是粽子？有啊有啊，ちまき好吃。对啊，最近不是快要端午节了吗？我妈去附近的那个，好像是全联吧，附近的差，对不起，附近的差点买粽子。废弃鬼屋我就不敢去，感觉很危险。很多人去，但现在结果越走越少人。卡都是真的灵异乐园，那我等一下去查。啊，这个鬼是卢卡，お疲れ様でした。有啦，跟爸爸。如果大家几次让卢卡去 VQ 拍特辑，粽子里面有卢什么叫卢卡讨厌的？哦，黄咸的那个蛋黄，那个我不喜欢。其他基本上我都吃，嗯，还有些肥肉我也不喜欢吃，嗯。喜欢北部还是南部的？南部的，对。我是北部人，但是比较喜欢南部的。高空有限制很多，身高体重，好像不能太高，也不能太重，也不能有什么疾病。我应该都可以吧？对啊，我又没有很高，又没有很重。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咸的。有蛋黄都不爱，对。我知道你们喜欢吃蛋黄，但我就真的不喜欢。如果要不要聊聊大正浪漫的升学？好啊，等一下可以聊。可是那个可以聊什么？如果可以把咸蛋黄给我吃，好。后面肥嘟嘟左眼蛮好可爱。对，上次去捷运指导的时候拿到的。我前几天才帮我阿嬷包粽子，这么好，好好哦。有日本粥，有，可是没那么有名，不会就是，就是没有规定，也不是规定，就是没有什么节日吃日本粽的。日本的粽子是甜的，然后不是用米，很像果冻吗？也不像果冻。何に近いかな？日本的粽子哦，对，很像甜点。对，应该是那是对甜，就是甜点。都是油饭，所以蛋黄给卡妹。对，卡妈也不喜欢蛋黄。南北的都喜欢，真的、哦。卢卡不要嫌弃北部的叶子，北部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对不起。我以前就是只吃北部的，然后就觉得哦，粽子。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一吃南部粽就觉得，粽子其实很好吃哎、欸。那不是粽子吧？那个叫一样叫ちまき，但是在台湾那个可能就不是粽子，日本的粽子就不是おにぎり，不是不一样，おにぎり是饭团，对，不一样。日本にもちまきってあるんですけど、巻いてあるものが違います。なんだろうあれなんか。ちまきの中身何に近いかな、寒天じゃないんだよね。もう団子に近い。なんだろう。对，用新粉跟砂糖，然后可以沾黄豆一起吃的那种粽子。新潟名物ちまき。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これ。まあ本当にデザートみたいな。但北部粽哭哭卡真的不喜欢。对不起，对不起，喜欢北部粽的真的对不起。可是我真的比较喜欢南部的。中部粽。日本粽叫外劳子。哦，对，ウイロ很像ウイロ，对，外劳。ルカ有包过粽子吗？卢卡有包过粽子，好像，有吗？我在想，幼稚园的时候有没有老师帮我们
帮我们体验包粽子。如果幼稚园的时候没有的话，之后就对，没有的话，我人生中没有包过粽子。谢谢月兽列车旅行。对，南部粽真的好，比较我真的比较喜欢南部粽。那对的喽呢，可能我没办法接受太油的东西吧。说到日本粽子，会想到卡吉诺花子喜。前几天突然好想吃，我也想吃。如果应该没包过台湾版的粽子，应该没有。其实日本版的我也没有。北部粽跟南部粽差在哪里？我没办法说明差在哪里，但是味道真的差很多。卢卡努力地回想25年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包过粽子？谢谢 C 卡送我告白气球，谢谢姑江送我什么齐飞吧粽子君，哦，好酷的特效哦！没办法接受太油的东西，我吗？你是不是很油？太油，你是太甜的东西，不是太油的东西。粽子小火箭哦，这是火箭哦。卢卡家已经习惯带我姐吃台湾的粽子吗？也没有习惯，但是通常这时候不是外面有卖粽子吗？我们就会买，看卡妈看到粽子就会买，但是她也只会买南部的。帅的特效真的好吃的就是南部都不好吃。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有人真的比较喜欢北部粽。小时候比较喜欢吃咸粽，现在就喜欢吃肉粽。差在哪里呀、啊？咸粽、肉粽，差10倍的火箭。谢谢崇盛送我，3点。台南的菜粽，我没吃过哎，感觉很好吃。油条的人，很油的人，这是好的意思吗？どういうことだね、脂っこい人ってこと。要开始赛了吗？我去找中部中。对啊，可不可以，就是让日本的粽子也加入吗？应该没有人会选，但是那个日本的粽子感觉也蛮好吃的。啊，不算好的意思，炸虾也很油，啊，碱粥有点像麻薯的粽子哦。粽子喜欢蘸什么酱？粽子会可以蘸酱吗？碱粥的糖粥，甜跟咸的都可以，碱粥就没办法。日本的粽子跟台湾的差不多吗？差蛮多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可是我没办法说明。对，真的很像外劳，不是外劳，外郎。如果吃粽子不会加酱吗？我从来没有加过，可以加什么酱？甜的粽子小时候吃过一次，被味道吓到。日本会划龙船吗？不会的，不会。南部中不是很多要蘸酱，真假的？我真的不知道哎。1颗10块也太便宜了吧？爱叉味甜辣酱。哦，原来我们家没有爱叉味的甜辣酱，感觉可以吗？酱油膏也有啊，酱油膏膏。从小住在北部，小时候还真的问过我妈，粽子跟油饭差在哪里？卢凯利蛋过吗？有啊有啊，可以加加看，会打开新天地哦。好的，没问题。花生粉哦，感觉不错吃哦。原来日本粽跟简粽有点像，是不是一样的？有可能是一样。我相信粽子。那边的粽子的文化应该是从中国那边传到日本，不太可能是日本从那边传到台湾中文，对，台湾跟中国嘛，不太可能。台湾人，起码
中国から伝わった多分文化だから、単語の節句。そう、もしかしたら中国で言う「ジェンゾン」ってのがそのままこっちに、こっちで食べ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な？日本也有端午节，可是跟中国台湾过的不太一样。韩国也有，对。可是我们通常都，日本どうやってやるの？わかんない。谢谢月嫂陪你看烟火。我看一下日本都怎么过端午节。啊，了解了解。现在日本的端午节变成子供の日，男孩子的日子。子供の日的话，我们都会，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恋。你们知道恋吗？鲤鱼，我们会拿那个鲤鱼旗，就是家里前面挂的鲤鱼的旗子，男孩子的日子，对，日本还有女孩子的日子，3月3号。所以这样想，日本的端午节好像是5月5号。对，铝帽用的那个。台湾的端午节是因为看农历，所以是这，是不是看农历？谢谢八尾送我大声说爱你，谢谢。扣一我不知道，Luke 可以教我吗？不是这个扣一哦，是雨的扣一。对，男孩节。鲤鱼旗为什么想到是日本的儿童节？哦，对啊，就是儿童节。对，日本的儿童节没错，儿童节就是日本的端午节。有看过日本是？对，阳历5月5号，对。哦，难怪。鲤鱼旗用什么用意吗？哦，这个我可能不是，我可能要查一下哦。哦，这个的话好像，对，我们是从端午节这个文化是从中国那边传到的，但是鲤鱼旗的话，好像日本人自己发明的东西。对，就是祝男孩子儿童的健康，所以就是那时候会准备刀子啊，或是。这个我会念，看不懂，就是都是男孩子用的，なんでだろうね、なんで恋なんだろ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鲤鱼，反正就是，都是为了祝男孩子的健康，对，儿童节。对啊，讲儿童节真的比较好。可是儿童节，日本的儿童节都是给男孩子，让男孩子开心的。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对。扩一先再说，不要再哭了，大家。我知道日本怪鲤鱼旗，还是看一部日剧才知道的。那他们呢？可能没有正确的答案。对了，说不定有正确的答案，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对，秋叶子阿里，秋叶子阿里。以前的故事我们也只能用猜的，这些都只有在卡通里面看到的。哦，去日本就可以看到真的东西，因为有3月3号女儿节。对，不要再哭了，大家。日本有重男轻女吗？重男轻女？どうなんだろう？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有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但是
那だろうね。以前可能比较有重男轻女这种文化，但是现在就法律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大家心里怎么觉得我就不知道了。对，但是不会，就是因为但是很少，就是像生小孩的时候，比较少人会想要，只有想要男生这样。好像中国那边就是大家都想要儿子嘛，日本就还好，就是不管是儿子女儿都 OK。对，算是男女平等，嗯。卢卡家肯定没有，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很注重，对，社会上可能还是真的有，就是男生的薪水比较多啊，然后之类的，嗯，可是法律上还是这样不太。法律上都还是这样不太好，对，跟台湾差不多，对，现在应该差不多，嗯，老人家真的重男轻女，有可能，嗯，以前跟现在，对，时代不太一样，可是鹿卡家碰奖的地位比鹿卡高，没有，那是他自己想的，碰奖自己想的，我刚升大学的时候看到我同学 FV 叫两斤看几，后来才知道是。看几同一天生日，台湾女生站起来，台湾女生在这边，现代比较没有这种问题，不管男女只要健康就好。嗯，日本职场还是很多人觉得结婚才是女生，嗯，有些人会这样觉得。然后因为日本的公司大家都想要男生，因为他们会觉得女生总会有。总会结婚，然后生个小孩，他们一定会请假。但是男生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嘛。嗯，对，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重男轻女，但是，嗯，对，还是某些地方还是男生比较需要男生，比较注重男生就对了。嗯。台湾现在台湾男生都跟女生跑，哈哈哈，台湾是男生被欺负，哦，应该说台湾的女生太强了，真的很厉害。日本女生的确在企业不容易发展，除非自己当老板。对，真的，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我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养我，为什么我要养你？应该是你要养我吧？日本女生好像结婚后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嗯，其实要看人，嗯，如果喜欢台湾男生吗？很喜欢，我相信 Luka 在大家心中地位一定都很高。现在台湾是母系社会嘞，真的哦，这算是好事吗？啊，地位。题外话，印象中日本可以聚表妹，真的有人有吧？我也不知道哎。表妹，我是很少看到这样的人。还好 AKB 还有 Yuki 林在，生女人啊，以后还会多一个儿子。上次很多男生在 Luka 台哭，你看台湾都是男生被欺负，所以表示不要讲我在欺负他们。台湾的领导人已经是女孩子了，男女应该已经平等。哦，对吼，日本的几乎都是男生，嗯，日本的总统有女总统吗？我好像没有哎。
本真的没有女生，从来没有女生的总统。台湾男生得分，很喜欢，还好是台湾男生。上次很多男生，你很佩服什么？日本旅馆是 AXA 的社长就是女生啊，XPA 的社长。社長はでも日本女の方いるよ全然。好像不要这样子告白，因为台湾原住民本来就有些是母系社会了，阿美族哦。谢谢林老师，我救救你。日本是総理，对，総理大臣，总理大，对，总理没错，可是可以说总统。小池さん是女，对，可是她不是总统。女知事はいっぱいいます。いっぱいでもないけどいます。就是县长的话也有女生的，可是总统的话从来没有女生。历任印象深刻的社长，可能会有女天皇，女天皇目前没有，可是之后可能会有。哦，对，天皇的话目前是规定一定要是男生。日本总统是投票选出来，可是我们没有投票权。总统，日本的总统的话，政治人员会投的，大叫总理大臣。OK， 学到了，谢谢小学送的枫叶。我只记得某演员外遇都会去，台湾的主管级女生越来越多了，至少我上面是5555。天皇有女的，目前没有。总理总统不一样，日本是总理，我知道是不一样，可是我知道不一样。大统领总理什么，还有什么総書記总书记，我知道都不一样的。好，那我之后就讲总理，我怕有人说你讲错了。東京都知事我只记得是女生，对。总理是议员选举，对对对，没错。天皇是怎么选的？天皇不是用选的，对，就是从以前就是他们会生儿子，然后对对对，没错。然后女生结婚了就要离开那个天皇家族，大统领听起来比较帅，对啊，大统领哎，美国大统领，听起来很帅。要看该国的政治结构，对对，我知道。现在是法国，就是同时有总统跟总理。谢谢笑笑送我520，只想见你。那个我跟你一个在那里吧，天皇就是皇帝呀、啊，皇也不能说皇帝，都能的呢。对，应该说类似中国的皇帝。中国现在有皇帝吗？对，就是なんだろうね。台湾也是大统领吗？日本方的话，我们都会说“首都”哎，总统。对，台湾的首都不会说台湾的大统领。那台湾也叫大统领吗？不会的。中国算是皇帝，可是现在没有哦，类似英国女皇。对对，类似的，可是也不能说女，也对，也不能说女王。Queen 这样的感觉，英文你用英文翻译的话，他们是 Queen， 但是实际上跟
就是女王还是有一点差别。中国皇帝的话题太敏感了哦，对，真的、哦，那我现在，好，那就这个就不要讲，我真的不知道，对，对不起。孝顺维尼皇帝，可是看日本新闻都写明大统领呢。对啊，美国是大统领大统领，可是台湾是首都总统，大统领跟首都，然后北韩是首相，然后日本是首里大臣。越看越做到哪里了？今天有进步了一点点。怎么在聊这个东西？对啊，为什么在聊这个东西？有点忘记。卢卡是女皇。介绍这次的大正浪漫升邪吗？就那样。你们看到的东西。讨论日文名称而已，不要想太多。对，甜甜圈国的女帝，酒店，もっと言い方ない？大正时期的印象怎么样？就没什么印象啊。我日本历史真的不好。日本有什么服装搭配？喜欢什么服装搭配？どういうこと？大正ロマン？わかんない。あんまりわかんない。这个月有什么看？你还是要指定几包？记得要指定很多包，谢谢。宇哥晚安。樱花大战吗？桜大戦見てない。很像日本公主。卢卡对大正时期有印象吗？有印象是有印象，可是大正，你知道大正时期只有一点点而已，真的没什么。啊，有那个关东大地震，还有那个，还有我 IG 上打的那个 Komisoto，就是有点问题。1918年吗？对，1918年 Komisoto 的中文。我找一下，就是米的价钱突然变很高，突然变很贵，但我忘记为什么突然变很贵。欸，哪里打工打工？真正会的那样。啊，可能是因为有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对。好像是这样哦，我对大正时期、大正时代的印象就是这些，天灾、地震、战争、通货膨胀，哦，这个也有可能。日本毕业要穿哈卡吗？入卡拜升学之前有没有穿过？哦，对，这个我可以讲，我从来没有穿过哈卡吗？虽然这次穿的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哈干妈，但是还是很开心啊！对，我国中也没穿过，高中毕业典礼是制服嘛，然后大学的毕业典礼是穿黑色的那个毕业服，我刚刚去查了14年而已，对呀、啊，超短的，算很短吧，入 卡大概是这样的姿势台。我历史也不好，对，学士服那个衣服看起来很复杂，还好诶，因为可能是就是这样，然后绑一绑就好。刚刚是很丑，橘橘绿绿的那件，没错，就是那个很丑很丑的那个制服，没错，很难把华丽的服装跟当时保守
民风联想在一起，服装造型都是姐姐决定。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是姐姐他们开会决定的。每个月哦，这个月要这个主题，这个月要这个主题，对，然后我们就随着穿就好。六台的历史程度只有 A 吗？黑色也有，平成也有。高中制服分裂很深的，没错。瑞卡之前不是说有张很有趣的照片要 po？改天再 po。姐姐越来越厉害了。瑞卡有什么？经历过大正时代吗？最好是1918年哎、欸，哎 欸，不是1918年，等一下，大正时代是几年到几年呢、啊？我看一下。1912年到1926年，颜 色是自己选的吗？我是日期生，所以我是挑剩的东西。穿越时空，可是你唱的很多是胸部更大，这差很多。瑞 卡不要激动，瑞 卡是未来人。记错，我果然历史果然不好。对，1912年，几年前，100年前，109年前吧。对，应该是，也是跳升了。对呀、啊，二期生超可怜的。我们通常都是先给前辈选，然后我们就是挑最后的。脚踏车都还没出来。你说你有印象，感觉像说你小时候的事情，好好笑哦。他们问的是应该把历史，国中的时候学过，学的那时候有没有印象？民国哦，真的哦，哦，原来如此，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平成出生的成员居然会唱。昭和时代的歌那么多，对，我真的比较喜欢昭和时代的歌，因为他们用的乐器什么的，还有旋律，我都比较喜欢。现在都变电子音，嗯。中华民国叉叉年差不多，如果穿那一套很好看，谢谢。只能挑剩的女团现实面，听说有成员是穿自己的，有吗？谁呀、啊？谁呀、啊？我真的不知道。快点进三期生，这样算起来，卢卡100多岁，卢卡要当昭和偶像吗？这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东西。我以为只有两三套，大家轮流拍。我记得有四五套吧。哦，我说那个和服，嗯。对，然后大家轮流拍。如果不是有迷过 BTS，没有啊？谁说的？嗯 啊，我知道他们的歌，但是我没有迷过。嗯，如果喜欢历史，没有。我国中的时候最差的成绩，最差的就是历史，因为历史有很多专用名词，那个东西一定要背好才会知道，然后我就懒得背呀、啊。谢谢大家送玫瑰，应该是有成员自己多带道具配件，这个的话有可能。衣服通常不能自己带，除非对，其实要看主题，这次的主题是不能自己带的，嗯。像上次的那个万圣节那种。那种主题的话，好像可以带自己衣服。嗯，那你们会事先知道要拍什么造型吗？会的，几个月前就会先知道。如果不是 BTS，记得是 Wanna 哦，对，Wanna 叉 Wanna 叉叉叉，最差的是历史，对，不是国文哦。诶，我国中的时候国文是成绩最好的，
然后高中的时候，升了高中之后，对，国文就，改了。我高中之后，对我来说，你们的国文是我的外文呢，很难呢。那我记错，Luca 成绩最好的是，你说高中吗？当然是体育啊，当然是体育跟音乐最好。对，其他就不要再说了。高中历史应该很痛苦，超级痛苦的。有及格就很好。我第三类组但历史很好，这么好，第三类组好厉害。完蛋，我以前最好的是黑历史。我历史也不好，但历史蛮有趣的。对，也就是有趣的是有趣，但是不 也有很多没有很有趣的东西，没有很有趣的故事。应该问 Luca 哪一科最好，可能比较快。怎么会反差这么大？就是日文变成国文呢，懂吗？我真的原本日文成绩最好，然后变成高中国文，然后什么文言文啊，我都看不懂啊。不同国，对，不同国的国文。我国中是读日侨学校，所以那时候的国文是日文，没错。我们的国文对我来说是火星文，文言文真的超难，还要背了默写什么的。毕业才会发现很多历史其实很有趣，历史都要背，对，没错。高中你直接学文言文也太难，真的超辛苦的。哎，算了，还要写作文啊什么的。所以我在台湾的高中好像没有什么一科比较拿手的东西，数学成绩好了一点点，其他就还好。啊，还有地科、地理科学，地理科学，就好像就这样。化学、物理就很烂了，然后英文也很烂，数学还可以，比起其他，但是还是也没有很好。文言文、PISA 不太会用到，真的。我国文跟历史都是工作后才变好的，连台湾人都很难读。我们也看不懂，日本的文言文也很难，连日本人自己都日本的课本呢，古文。请问 Luca 有没有念过《源氏物语》？你说翻过来的吗？翻过来的话，我有看过一点点。历史很有趣，是上课太无聊。最好的应该还是体育，对，体育成绩，国中跟高中就真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听起来 Luca 对高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好回忆。说实话，我高中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真的几乎都忘记了。那时候的班上同学有40个人吗？我真的只记得两三个人，其他人的名字都忘记。可能觉得我的人生中不需要那时候的记忆，所以现在全部都忘光光。昔，管乐社的回忆有比较好，对，对啊，就只有管乐社还有排球社，只有那时候的回忆，上课的什么回忆啊，然后班上同学互动的回忆，真的几乎。什么都忘记了，冷气是国中，对，国中我记得很深刻，对，其实有些记忆都是眼睛、耳朵，然后那时候的画面，一定要记全部才会，现在还是会记得，可是我那时候中文不太清楚，所以我没有听觉，就是用耳朵。进来的记忆就只有眼睛，什么呢？高校の頃の記憶が多分そんなにないのは、記憶ってそもそも目と耳で覚えるものじゃないですか。ただ、
当時リスニング力があまりにもないから、多分全部入ってきてないんですよ、耳が。だからもう目で覚えたことしかほぼ覚えてなくて。だから人の名前とかも全然覚えてないし。忘れちゃったね。也是高中同学也不记得，对，他们也可能忘记我了吧，我也不知道。没关系，记得我们就好。对呀、啊，我现在很努力的记你们的名字，然后就忘记以前的同学的名字。如果不是班级中心人物吗？不是。可是，对，我真的忘记了。刚才有被同学追吗？这个也忘记了。就算有，我也忘记那个同学到底长得怎么样，然后也没有记得他的名字，什么都忘记。同学只记得两三个，看来是制服的问题。两七个被 Luca 记到现在，真是个幸福的人。对，国中的记忆真的有很多。对对，还有味道，可是味道就还好，不那样都会忘得很快。最近还突然发现，国中同学也在烂直播哦，真的，你的直播啊？Luca TTP 的日本人成员写的中文比较好，看不出来吗？那记得成员叫什么名字吗？什么成员？你说管乐社的吗？班高中同学咩噗，好像很可怜。是我，原来你跟我读同一所。可是不管记再多粉丝名字，人气哥还是忘不了。对，没有，我说不定我现在一直叫他人气哥，忘记他的本名。高中是黑暗的过去，没错，就是地狱的3年。哦，对啊，我发现真的，人生中过得不好的那个记忆，会特别想要想到，我也不会，就是长大后也不会特别回想那时候，所以真的会越来越忘记。俩不好的记忆还是早点忘记比较好 鼓起勇气告白了却被忘记，还有比这个更惨的吗？对啊，可能要道歉。那时候跟我告白的男生，我真的忘记，应该都记不得了。看一下毕业纪念册，或许还想得起来。我就是高中跟你告白那个光头肌肉男 ，Luca 是从地狱爬上来的女人，对，所以现在不管发生什么坏事，绝对不会觉得比高中的那时候还要那么惨。你不喜欢就忘记，他路上空包包，我也是被你叫成绰号，只差前面没有哥而已，李冠帅哥。我就是高中跟你告白的长发眼镜男，如果有学校一定有很多男生追，应该我没有那个记忆啊，那应该真的没有人追我吧？因为我那时候高，我高中那时候不能化妆，好像迟早都会被忘记，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放心。不好的记忆忘记是自我疗伤的本能，了解。那真的有可能，我跟 Luca 告白会被记得吗？现在的话会，高中的时候应该不会。谢谢红包，不是，这是系统送的红包。谁送我这么多？我看一下，哦，原来是哭江，谢谢哭江，你个多。Luca 以后会忘了我，不会的，放心。我们现在一直告白会。不会被，不会不会，这不是坏的回忆。对，没想到这么多人高中的时候跟我告白，哈哈。但是你有很多发洗澡卡的回忆啊！哦，对啊，那是大学的时候嘛，有点忘记，好像高中也有可是高中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别人聊天，所以。那时候已读不回比较多 对，然后看了就是想说，我要怎么回忆？然后想了10分钟，后来想说，哦，算了，还是不要回他 然后对方以为我很讨厌那个，我很讨厌他，
我连女生都会这样对待，对，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我已经忘记那时候是谁密我的，我国高中都只有喜欢一个女生，怎么好，怎么这么好，哎呦，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然后马上念错名字，不会的，谢谢八回送我的手礼。恭喜上榜第三名哦，真假的？今天没有人下播吧？嗯，诶，好多我不认识的人，怎么办？大家晚安，我是光田有佳，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组诶的成员，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谢谢。画家很好看吗？谢谢，你要懂。对，原本说今天直播1个小时，但是 不小心讲到现在。谢谢粉丝小盒子。如果也都只能已读啊，对呀、啊。差点说成主播。不过我五专就喜欢一个女生，到现在还是喜欢她，真假的？你现在会跟她联络吗？就是不管有没有读一样的学校，还是会喜欢，是不是？如果在亚洲肌肉俱乐部里活跃吗？哎呦，好久没有，我们好久没有聊天呢，就是只有一个月一次。1个月聊一次，嗯，差不多。对，而且现在又没有什么工作，不会有跟，对，不会，不太会跟他们聊天。谢谢送的枫叶，完蛋了，没人要讲话的群组，我们就只有工作的时候会聊天啊。现在好多人吗？有那么多人，我看一下。哦，163个人呢，那真的蛮多。虽然还是会联络，但对方都结婚还要生儿子啊！哦，这个就蛮可怜的。对啊，好可怕哦！我也想以前我暗恋的人，但说不定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对啊，我不会难过，但是可能会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难过。虽然我现在没有喜欢他，ね、そう、別に何だろう、今好きじゃなくても、多分、昔、その、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た人が結婚してたらやっぱりショック受けるのかな。会觉得有点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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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怎、这个是怎么讲？感慨，就过去了这样。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对。我还没结婚呢、啊，团圆感情，也不是，我们通常，我们自从，我们从被分三组之后就不太会聊天，嗯，偶尔还是会聊的，就是，但是差不多1个月一次，自己入座。以前喜欢的人都生2个小孩了，感慨哦，对，不会难过，但是会感慨，对，就像我前女友也结婚了，也对，就是一定会有那个哎的那个感觉哦，我都还没结婚，他怎么可以先结婚呢？你会这样想吗？嗯，有点人有点多了，突然感慨以前国中跟我告白的女生，现在小孩在上课，哇！哎，你这样想，那她可能，我记得哭江现在还蛮年轻的，那个女生可能现在，她可能很快就结婚。谢谢小翔送我很大的吻，
看着以前小强一个一个结婚也有些感啊，对，这个我也有点懂，就是阿蒋结婚的时候我也一样的感觉。现在不是唾沫谨前辈不是结婚了吗？你这是这算是最近的事情，有点忘记。还有我前几天也结婚了，我送他结婚戒指是黑色，对呀、啊，可是我后面就很快就分手。然后就几分钟后我就唱了分手歌，我已经习惯了我以后的我未来的老婆们都结婚。最近的话 ，Gaki， 卢卡30岁在毕业啊，踏上前辈的脚步，来考虑一下，以后嫁给他的女儿就好了。对，这个戒指。没了，我不年轻了。上次骗卢卡的，不要分手了，原来我离婚了，哭起来，分手快乐，大家哭起来，各位，不行啊，我不能，我室友现在不能跟你们结婚，就只有直播的时候结婚，我们，我要关播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手。接下来，请听你们要快乐。什么？要天理长久，感情问题建议一律分手。不行，卢卡40岁还不能结婚。不要再哭了。直播结婚，公布就关播后就离婚，每次结尾都要这样。大龄女子，那是什么歌啊？不要离开我，这样我要怎么关播啊？可恶！那好多人哦，怎么办？我都看不到佳佳的留言。现在182人呢。卢卡一次跟这个多人分手，难过是几倍的？对呀、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的。私の気持ち吗？我的気持ち。我要一次跟超多人分手，别再哭了，大家！谢谢大家送玫瑰。哎，我要改成那个粉丝团。好，我改成零粉丝团了。嗯，拜拜，也不能说拜拜。晚上好，感谢。加入我的粉丝团有几个人呢？20几个吗？还是已经没有这么多人？晚安，下次直播见。卢卡任性一次伤这么多人的心吗？那是一首女生已经老了，但是嫁不出去的歌，好可怕哦！我未来也有可能会这样。谢谢 Kira 加入我的粉丝团，被卢卡分手哭。谢谢幸运续费1个月的粉丝团。谢谢月哥续费1个月的粉丝团，不是因为人太多了，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反正我快要关播，哎呀，好醉，急に熱くなってしまった。分手快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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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续费。我现在烦恼，我嫁不嫁得出去ちょっと待ってよ。1,2,3,4,5,6,7、あと三個どっか行ったぞ。よいしょ。ちょっと待ってね。要到了排行榜时间，差不多了。要了。下周开播是24日吗？又换了一天。谢谢小翔送王子之吻，谢谢。下周有点忘记了，就是呢，因为原本那时候不是有公演吗？所以我想说，就是要错开，可能要错开练习时间，嗯。
我刚刚是想说是时间差不多才哦，原来了解，瑞卡大人气，很想帮你整理东西，强迫症。今天不是跨日吗？想要跨日是不是？可是我怕我，我怕讲一讲你们又开始哭了，大家情绪。对，然后我就不能一直关乎。哎，对，没想到我这，没想到我这礼拜播5.5小时哎，哇哦！我第一天1.5小时，第二天2.5小时，今天也1.5小时。对啊，5.5小时。刚刚已经哭过，等等会不会哭不确定。大家都哭，对，大家都哭过一轮。下周卢卡个人公演吗？想听吗？我也在想呢。我唱 reset 的歌，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没那么有趣。少しだけ見えてよかった、うさぎです。ありがとう。今天3.5小时还起来不行。我刚刚是想说时间差不多，说完了下次见哦。想每次小时哭一次是心惊太小，哈哈哈。可以唱你想唱的，好啊。不然从1970年的歌唱到2021年的歌。可是这样要想，应该要唱日文歌还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哇塞呢！然后如果要加跳舞的话，不是从大正哦，大正1912年的歌我真的不知道哎，大正时代的歌，那你们知道民国初年的歌吗？应该是1965开始可能比较好，可是1965的年感还是1970，应该是从50年代也可以啦，可是50年代的日文歌没有那么好听，可能要唱中英文歌。久しぶり、ルカちゃん，我想听平安时代的歌，平安时代，キリなげ。村雨に霧立ち昇る秋の夜は。だっけ？120になるよ。平安時代、我只知道那个百人一首。以前の歌就是这样。霧立ち昇る秋の夕暮れ。对，这是念词。平安时代的时候，他们说的歌就是这个。战国时代的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对对，花牌，百人一首。什么？我都同意。山里的民谣，山里的民谣，好，我可以学一下。古今和歌手開始。不要了不要了。ルカ，我不认识ヒミコ那时代的歌。现在流行的歌，对啊，现在流行什么歌啊？我真的不知道流行歌。现在到底流行什么歌？なんだろうね。不然我要唱什么グレゴリオ聖歌吗？什么圣歌？不行，一定变成很无聊的直播。明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宏伟！150度，150东京爱情故事，150度是什么？啊，105度。抖音歌比较流行，可是我不喜欢抖音，我不喜欢 TikTok 的歌诶。就是那种电子音，我不太习惯。不要生，什么意思？啊，不要生歌。
先不要。有一段 MC 可以请卡妹来分享玩 Switch 的心得。好运来，抖音歌好听吗？可是我想看，啊，好久没看到 Luca 发抖音，就是谢谢青云送麦克风。我之前交的作业好像还没发的样子，嗯。可是那不是 IGL Festival 的，发个大 TikTok 哦，真的不考虑吗？我不喜欢的，说实话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拍那种影片，对，就是有一种，那的咯，那的咯，我看了。就是以前就觉得哦拍哦现在流行这种东西哦的那种感觉，懂吗？羞耻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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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拍 TikTok 可以增加粉丝吧？可是我看其他成员的，他们也没有多很多啊 ，IG 的追踪者。可是现在发射可以让全世界48番认识，你可以理解对不对？懂，懂哦。你们会想拍吗？对啊，其实会看的，就是一直都支持我们的粉丝而已。嗯，全世界先留下个好印象，唱自己喜欢的歌就好，如果唱的开心。对啊，我比较想发别的 cover 文。TikTok 就还好，嗯，我们拍成看吗？对呀、啊，我也是一样，我拍，就是一整很像小娇的影片，我看了就，好害羞，我要拍这个东西的那种，懂吗？奇怪的哟，ちょっとね。但是如果真的有一种，我真的我有想拍的，我当然可以拍拍看。只是目前没有找到，但是 Luca 绝对没有问题，真的吗？真的吗？但是能看到 Luca 里面，我就很开心。我们不害羞。違うのよ。私がえこれ撮るのって思ったらなんかね、自分で自分が恥ずかしくなっちゃうの。不是他们害羞，是我会害羞。大黑历史真的，我以前真的是这么觉得。所以就是现在，对，真的要该放下我吧，对。可是要，可能要等我一下下，需要那个动力。原来入口发这么重，都汉姆太难了，就是要看哪一种偶包，对。你就当做拍一拍，那我可以一边拍15秒，然后一直都在这样。这样可是这样不太感觉不太好吗？那你赢的哦！耶耶耶耶耶耶耶！所以撒娇的那个影片我，就是如果是作业的话可以，公司要求你要做这个，我当然可以，我当然愿意。可是那个东西就是自己要做的东西，对，自愿的。我要自愿这个，我会这样想。禁止的抖音啊、哦，那个好像可以耶，就是前面几秒禁止，然后后面开始这样，是不是？你想看撒娇的哦？撒娇说借我 Switch， 借我 Switch， 好像可以。那卡妹在旁边玩 Switch， 然后我就一直对她撒娇。李真前面有哦，真假的？李凯有拍啊？那我真好，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有点难想象，李凯会自己想拍的。对呀、啊，对哦。嗯，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超级超级想看，我真的想看，你们真的这样要求的话，我会试试看。换装的绝对不要，超级超级无敌麻烦。对，那个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真的很需要超多时间哦，至少要花一两个小时。想看卢卡，想看简单的就好哦。跟你们说简单，我也不知道什么影片是简单的影片，懂吗？那如果就是跳舞的那种，跳舞的哦。卢卡讲衣服不多吗？不多啊。可是我超级期待，好。我有点心动了 ，What's up 那个？什么是 What's up？不要偷懒，把 IG 照片。可是这样也需要时间啊，不然我等一下关播后就是拍个影片。大家只想要卢卡宣传自己衣服，了解。そうか。待って、自分で言っててすごい嫌なんだけど。那怎么办？我刚才自己说我等一下要拍，可是超级不想。那你们真的可以介绍我一个很好的？比较好拍的东西吗？我真的懒得找，我因为上面的那个音乐不是都是电子音吗？然后我找一找，我听完真的会头痛，我真的，不要给我，对，你先看别人的作品，看有没有兴趣。对，我上次是这样一直看，哦，这个还有这个我不想拍，这个觉得不错，可是感觉好难，然后就，没有，等你有没有5秒就可以拍完的那种表情转盘哦，镜子那个蛮适合你，镜子的找不到就不要勉强。对呀，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拍呀。好了，改天再聊。好，无表情笑容那个。好，我们把建议丢给小儿子，给卢卡参考。真的可以，可以。如果你们说我想看卢卡拍这个影片，你们真的丢的话，我真的可以拍。不要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这样我会更大的压力，就是有点像跟作业一样。作业的话，我会想要做那些，可是。如果是可以拍，也可以不用拍的话，我会选择不要拍。单纯影片也行，不一定要那个，就是想让48G 知道 TV 有这么可爱的成员，还是要我们先自己拍？不行，我有吧？就点菜概念，对对对对，这样我可能就真的比较有动力。無理しなくてもいいよ。本当？本当にそう言われたら何もしないよ、私。单单传一个我拍的给卢卡，好，好，好，放群组，大家都想看。そうだね。まあ、でも多分、それを撮ることになったら、音楽のちょっと、時間かかっちゃうと思う。そう、なんかね、一個のことに集中すると他のことやりたく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ね。私の悪い癖です。ごめんなさい、本当に。ごめんね。頑張るわ。旋转那个很正。旋转？我想一下我拍什么旋转的。我有拍旋转的吗？我真的只记得我有拍这个，噔噔噔噔噔噔，跳，
前何撮ったっけ覚えてないよ全然。まあいいや。あ、ゲッターお前。没有，那是 Nico 的对，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对对对。哦，开机哦，对，那个拍的也很辛苦，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对，我可能就不太习惯的关系。像成员哦，成前辈不是很会拍吗？我很想知道他平常拍一个影片都需要花多少时间。刚打的那下有点痛，你说这个不会不会，软绵绵的，直接问他好，直接问他好了。OK，已经1个小时51分了。刚刚给 Luca 的应该不用很久，拜托了，我想看那个。好，我先拍拍看。但是如果我拍的不满意，我可能就不会发。对，没错。蛮有前辈把上次舞蹈 PK 那个弄成抖音，看谁要挑战。那个太难了啦！对，前面毕竟是老板特别厉害，对。真的好厉害啊，好厉害！OK，想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呢？如果我相信你可以的，可以跟碰奖一起拍。哎，跟你说，跟碰奖一起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碰奖不是一个很乖很乖的吗？我抱他，他就是我抱，就是我抱他嘛。他通常10秒后就开始乱动的，然后通常那个东西不可能拍完一次就结束嘛。就是一定哦，这个表情我没有好看，然后重拍一次，然后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然后到最后就不想发了。有吗？你说的呢？活动好像快结束了嘛？对，活动结束后，对，还是发一个抖音好了，不是抖音 TikTok。如果拜托唱一首歌，想听歌吗？诶，じゃあ何か流しながら歌おう。那我一边唱一边用吧，用那个吧。诶，第一名是哭腔诶，耶。然后第二名是，小翔是第一次来看我的吗？还是你改名字了？我讲可以随意乱动也没关系 活动结束才发吗？这样不行啊！活动结束他们也不会。如果唱老歌就想听更多了 我唱，对，其实我唱了一首歌会想要继续唱歌，然后我就没办法关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小翔自首。哎 名字叫翔的很多，可是我不知道你是那个翔还是不一样的翔。哦，第一次来的，哦，那你第一次来看我，还帮我送这么多礼物，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班为第四。好，我先念班好了。今天的第十名是笑笑，第九名就怎么怎么怎么，OK，一个呢？第十名是笑笑，第九名是青云，第八名是乔纳森，第七名是 Lake，第六名是 Lingo，第五名是玉安，第四名是夜兔斑尾，第三名是重振，第二名是小翔，第一名是柯佳，谢谢你。好，小翔，我帮你做名片哦，下次应该可以给你看。OK，那最后唱一首歌，就跟你们说拜拜喽。看一下，可以唱什么歌呢？你还是刚刚谁叫我唱歌啊？你要点歌吗？没有点歌的话，我要唱《W Down》。完全我不会唱的，我知道那首歌，就是小哥的那个晚安，但那偷开我见，你安排的，我所以刚刚是杨过提的，深爱可以，那先多久可能 ？W 蛋可以吗？好，那唱两首《Double Down》，然后再深爱。OK，今天就到这里。等我一下，为什么没有音乐？首歌，心安。
まあでも1番でいいか。2、3番も歌えられるかわかんない。谢谢今天来看我，耶！对，水树奈奈，没错，很久以前，对，我国中的时候嘛，对，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今日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ルカちゃんお疲れ様です。ありがとう。浩一晚安，卡丘晚安，九蛋晚安，青鱼晚安，爱你，小佳晚安，拜拜，佳阳晚安，安晚安。大家晚安，先提卢卡分手，好啦，拜斯咪，ありがとう，拜拜，拜拜，OK， 再见，下礼拜二见，拜拜，拜斯咪那桑。